像是欧妈妈前面跨我啦。我虽然很不信这个东西，为什么要信？你不信台湾有大好前途啊？我也是啊。没关系啦，要平均一点。你两个，李冠廷，干脆放你这边好不好？而且我最高这，我不想做。没关系，晚上看不到，黑黑的。我上次也是吓得要死，那我都不讲。坐过去，坐脚。哎，你说那个，他说那个洞的是在哪边？那个车子下面是洞。是，他那个车子在哪边？他造轮的吗？好像五分钟还是15分钟就一台。啊，还等那么久啊？这样做那个要吓死谁、啊？我是巴库的，我没有什么可怕的。好可怕！我操，好扁啊！哎，我这样很不喜欢坐缆车呢，有个梯的，为什么要坐这个？搞不懂。空港的。而且你现在往后，我们是巴库，你根本看不到后面东西。我觉得我是不是要坐这一边？不要动，不要乱动。我现在超害怕，不要再跟我讲话。你没坐过吗？你刚刚应该八个人坐一台啊！不要啦，太重，四个人就好了啦。又冷，又是陡。没坐过，坐一次看看吗？对啊。不要动啦，没那么严重。你是黄一中哦，你是黄一中啊？还是李冠廷啊？不然你叫姚克叔叔来坐。